好想同大家分享今次夢想成真嘅開心經歷。記得兩年半前開始同 Wendy 合作，佢彈似水流年，我哋就合作咗呢個 project 啦。呢兩年嚟，我哋都一路發夢，話如果有機會可以做一次台上面嘅 improvisation， 咁就太好啦。今年八月，我哋終於夢想成真。
为了今次表演，我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全黑的武士造型，一来不想太抢镜，二来我就是想向我的画画老师致敬，因为他说画家的笔就等于武士的剑一样。